Hello， 小朋友们好。今天美羊羊和熊大买了一个玩具，猜猜是什么玩具呀？什么玩具啊？是，狗狗立大功，汪汪队立大功。啊，买了一个这个玩具呀！哇塞，好大呀！这是汪汪队立大功的救援小组。来，那下面咱们帮他们拆开好不好？好。那边能打开不？你都打开了，我的也打开了。看看，哇塞，这个应该是他上的。这是一个滑板车救援队小组，他每个人呢都佩戴了一个滑板车。好，咱们把他们都拿出来。是人的，应该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是人的吧。看看我们汪汪队的救援们，他们可以在这里上。哇塞，这么多可爱的小狗狗们，你都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，我看那个图纸上有。你没有看过这个汪汪队立大功吗？我看看啊，这个是牧羊犬，它本来是衣服是蓝色的，是吗？这个吧，这个狗是斑点狗，这个是，还有一个斑点狗。它是混血儿，还有混血儿呢。它是斗牛犬。斗牛犬，哇，它们很厉害哟，都站在了滑板车上。不对，有三个没站上。牧羊犬，也就是这个，这个是超级特工。是吗？他最厉害的。不知道，这个是擅长火中急救。这个是混血儿，对吧？对呀。他是维修能手。这个是精通各机器。机械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个人是队长，指挥所有狗狗的救援。是吗？你看这几个狗狗。好了，我们的狗狗都可以摇头的，看看头可以摆来摆去。这里面没有这只狗狗，还有这只狗狗。它也是。有这四只。哎，看看这只可爱的狗狗也可以哟。妈妈，你觉得它俩像吗？它俩像吗？像啊。我觉得不太像，这个脸这么白，而且这个手是黄色的。我是不是给他们安反了呀？他们都可以连起来的。咚咚咚，哇，两个两个对上了。这两个对呀。这个看看，他们呀是狗狗救援队，看看我们来喽。嘟嘟嘟嘟，哎，这个头还可以给他每个人呢都划着一个滑板车，
这里呢还有大树呢，这是汪汪队队长，他正在指挥他的狗狗救援队，你们要安全地把人员救出来，听我指挥，开路，开走，走一个。他们每一个都有一辆车。对呀，滑板车呀。不是，现在是滑板车嘛。动画片里边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房子。对，他们都会进那个房子里，比如说这只狗进去。看看我们的熊大说，队长，我也要指挥他们，让他们来听我指挥，走走走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哇，哎，转个圈儿，嘟嘟。哎呀，我没看见美羊羊啊！美羊羊哪儿去了？掉地上了。哇，美羊羊掉地上了，快给它捡起来哟！看看看看，我熊大指挥他们指挥的多好呀，他们正在围着我转呢。怎么回事啊，还不去救援呢，是不是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哇，太厉害了他们。美羊羊正在高兴的干什么呢，拍手呢，敲鼓，哇，他把地当成鼓了。看看我们的汪汪队小组救援队组多好看呢，妈妈你看，美羊羊就会超地人。好了，看看我们的队长站在这里吧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帮着熊大和美羊羊拆封了汪汪队。对，这些汪汪队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